经是迷你犬啊，急迫的在抬他的腿，跳得比较高，对，就很认真，已经尿好了，还会回头再闻两下。除非要尿尿位置很高，有一只狗正在看，不然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他尿位置很高，就留下味道，不是留下那个磕痕嘛。下一只狗来闻了，哦，哇，这刚是大狗，刚刚是巨狗吧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应该躺着尿上腿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